3月20日，张子琳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二胎女儿的萌照，而这次小萌宝的真容也罕见曝光。张子琳配文：咦，谁的小脚脚？文末原来是小宝宝呀，简直太有爱了。张子琳首先晒出了小女儿的脚丫，照片里小宝贝穿着鞋子图案的袜子，正躺在婴儿床上睡觉，身上盖着的浴巾好接地气。虽然这两张照片小宝贝只露出了穿着袜子的小脚丫，但还是萌翻众人。随后张子琳便公开了宝宝的真容，小宝贝侧躺在床上熟睡，小家伙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极好，穿着红衣服的他睡得十分香甜，肉嘟嘟的小脸蛋以及放在身前的小手手都是超萌，怎么看都是萌萌哒的小可爱一枚。而且从这个角度看，妹妹和姐姐小时候长得好像呀，姐妹俩简直就是一模一样，有木有？2021年6月1日，张子琳开心宣布小女儿诞生的好消息，当天还晒出姐姐出生以及小女儿出生时的有爱画面，如今两个女儿简直就是人生赢家，最后也祝张子琳永远幸福。